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山家行。帽儿胡同是当今北京城十大胡同之一中排行第四。当走进有着百年历史的胡同里，后面的视频更精彩。这是进入大门的，对，嗯，这还有一个影壁呢，你看一进门上，嗯，还有个大影壁，那个四合院都有影壁，都有啊，嗯，就是门房，这南边那个书房什么的。这边是倒座房，挺规矩的这个小区。你看这个门桌，这还是过去的，正给前面的狮子全砍下来了。这是文官的，文官跟皇帝沾亲的那个就带狮子，这脑袋给砍没了。这也是一个记忆。然后咱们讲破四旧，破旧立新嘛。往前面走就是比较有名的南锣鼓巷。为什么叫南锣鼓巷呢？因为它有两个胡同，一个南边，一个北边。这个胡同呢，两头低，中间高，嗯，就跟鼓一样，中间是高的，两头低的，所以叫锣鼓巷。锣鼓巷啊，还有一个别名叫蜈蚣街。蜈蚣街，它为什么叫蜈蚣街呢？它是一条路比较长，嗯，旁边有四个半截的胡同，跟蜈蚣一样，它的一边四条腿。然后也叫蜈蚣街，也叫蜈蚣街啊，它这胡同都是半截的，嗯，是，嗯，这前面就到谁的了？前面就快到那个，你看这婉容的，啊，这是一个也是四合院，对，这是号建的吗？对，帽子，这是一个介绍，对，再往前走就，这还有大碗茶，你看，大碗茶，炸酱面，这是一个学校，啊，黑芝麻胡同小学。这个是黑芝麻，你看这比较有名的。想上这上学很不容易。这小学都是都有历史记载。大碗茶以前是一毛钱一碗，现在变成五块钱一碗了啊。原先是前门的大碗茶。这个好些都是黑芝麻小学的分校。他以前都不是这个是总校是吧？不是总校，那边呢。然后他分校全都合并了，嗯，都叫黑芝麻小学，等于资源整合了。资源整合，嗯，对，管理他会，嗯，提高教学质量。这就是，活动还挺安静的，要比那个锣鼓巷那条街要好。他妈的两口子啊，烟，一杯，不错，好听。烟，哈哈。是老北京蹬车子，蹬车啊，没事儿娱乐一下。哎，人家自娱自乐。像他这种蹬车的话，应该都得有证有牌是吧？对。但也有前面有的，现在也有。那个都靠下边吧，让他们先过。这个时间旅游的人少一些。大家看到这树了，我们那个院子快到了。这就到了。是吧？看到人家多好，就知道院子快到了。这不11号四合院，这就是有名大宅门。这是大宅门。大宅门。然后后来一直外交部副座在这住的，给毛主席当翻译的王海荣也在这里住。这个门就是过去的老门，对，是上马石。对啊，对啊，这边一个上马石，下马石是比较高的。嗯，哎，一般的照相的时候上坐在这儿照相。上马石这儿照相，不上这下马石照相了。嗯，下马石下马了，这也是金钟大门，四个门的门的。他这应该到了广亮了，应该在中间了。对，广亮了，级别高的了。嗯，啊，国王家世，再高一级到了退山，是正经王府。您说是那谁冯巩啊？对，冯巩跟要亲戚国章的是吧？对，啊，冯国章的吗？那就是应该是冯巩的曾爷爷，什么爷爷祖爷曾祖父，曾祖父吗？查查资料吧，因为我比较仓促，今天没。